头。OK， 我们的眼神看一下右方、右前方、右前方的镜头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左边、左前方的镜头，看要不要这个换个 pose， 要不要两位像下背板一样？还是小乐弄一下这个 Kimberly 的姿势。上来的时候要开心，开心哦 ，Have a good time，the most important，OK，、okay, 要享受舞台。那请小乐再给所有参赛者一些鼓励或者是建议，好吗？谢谢。我自己跟他的看法比较一样，就是我觉得舞蹈的 skill 跟基础 basic， 我觉得这是应该参赛者很多都其实是很厉害的。是，我觉得反而是你在表演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感染力，是影响到我。Okay, 就是我觉得比赛就是这样，这么多队，你如果吸引到我的注意，我肯定会不小心给你比较高的分数。真的、哦、那他对抛媚眼你会多给一些分数吗？会给你飞吻？对于性别这方面是没有任何分别的。 OK， 所以大家等他表演的时候记得眼神要多跟评审接触，然后享受舞台。对，享受舞台。好，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两位代言人，谢谢 Kimberly 陈唐宇，谢谢小乐他的镜头画面，谢谢。镜头，好，正中间穿黑色衣服，我们的官方摄影师的镜头，我们再一张照片，正中间 ，OK。